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前往下域吧。十分凶煞，五方晦气，听吾号令，皆远离，皆远离。勿以煞，少侠可以自由通关两域喽。地狱的考验。好，走。哇，整片都是白的呢，这就是云里雾里的感觉吗？银乐，等等，哎，过桥后雾更浓了，这雾说不定有什么古怪，得小心点。雾太浓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便是第二域的考验吗？那是。沈娘，沈娘，您真的还活着？我不是在做梦，所以那字条是真的。是谁救了您？又是谁带您过来的？沈娘，您怎么不说话？您是在气我没有保护好您，气我以魔尼教入村害了您吗？要是没有你就好了。沈娘，我想要的不过就是平凡的生活，这过分了吗？我待你还不够好吗？为何要害我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不行，不能逃避，我得好好面对沈娘。就算沈娘责怪我，这也是我应得的。啊，沈娘，您头上的事，果然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妄想。否则这东西在我手上，又怎么会戴在沈娘头上呢？沈娘，抱歉了，我定会取回您的遗体，再稍等我一下。不对，这是动摇人心神的邪术，传闻需要静心运气才能破除，我得先沉住气，运行睡仙大法。果然刚刚的一切都是假的。嗯，这姑娘身上有股似曾相识的香气味。这姑娘，请教一下，姑娘，莫非这姑娘也中了产生幻觉的邪术？嗯，你在跟我说话？我面前就只有你，当然是在对你说话了。我戏都还没看完呢，所以你沈娘的遗体怎么了？姑娘是何人？你知道我沈娘的事？啊，失礼了，我姓阮，名清，我没有恶意的。这玉因常年大雾，加上罕见地形与景观，造就了浑然天成的迷魂阵。而进入此玉者，都会陷入哀伤往事的幻觉中，起码得花上三炷香时间才能醒来。这期间，会述说着内心的煎熬、委屈与不舍。你瞧瞧四周，你看那人，因宠爱小妾，冷落了妻子，直到妻子病逝后，才懊悔自己有多爱妻子。还有那个家伙，为官耿直，但落得满门抄斩，而仇家竟是当初提拔他的恩公，很讽刺吧？每个人都有段精彩的故事，而我最是喜欢在迷魂阵旁听他们自白，还有懊悔的原因。而你竟然不到一刻钟就醒了，故事都还没说完呢，说完后续好不好？我很在意你沈娘的遗体怎么了。姑娘，你这偷听别人往事的嗜好，真让人不敢恭维啊。你生气了？抱歉，但是我真的很在意。不如这样，你告诉我后续，我便带你去找第二狱主。你们来此是想挑战狱主的，对吧？言下之意是，姑娘并非狱主。我才不想当什么狱主，我只想多听故事而已。罢了，我也想顺道打听一些事情，就跟你说了吧。原来如此，只是这字条上的讯息也太少，我也不好说。但若真是谷主的话，听闻谷主向来杀人不眨眼，一对双刀极其凌厉，你可得小心点，
我似乎不认得使双刀的高人。这谷主真是我没见过的人吗？那你知道谷主的名讳吗？我只听相公说过他的厉害之处，其余一概不知。相公说有些事情我不要知道比较好。你相公？我相公的功夫也是很厉害的，他的招式没什么破绽，只有调息时稍显定力不足。啊，我相公不要我多提他的事，算了，反正你已通过迷魂阵的考验，说这些不打紧吧。想必姑娘的相公便是第二狱主了。正是，我这就带你去。哦，不过你的伙伴该怎么办呢？我的伙伴？严乐，我竟忘了他也在这迷魂阵里。不过就算我不理他，待会儿他也会自动醒来吧。他虽没有立即的危险，但曾有人困在迷魂阵里饿死或受不了自责而死，就这样放着他好吗？说不定趁此让他自生自灭也不错，而且这是他自找的，并非我的责任。我是否太小心眼了点？沈娘会希望我这样吗？如何，现在就去见相公吗？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去就回，去看看严乐的状况吧。啊，傻眼。我记得在做支线的时候不是早就原谅他了吗？那算了。严乐，先搜刮一下。后面还有东西。结果还是拿了。好，好，先救严乐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妮妮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醒醒啊，妮妮！你这忘恩负义的妖女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他刚刚做事要打我，我怕。他只是跟你玩啊，他平常待你多好，你会不知道吗？可是舅舅跟舅妈一开始也说会对我好，但最后……那妮妮真打你了吗？那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我不过就挥了两刀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就这样死掉了。阿喜，你好狠的心肠！我真的很怕吗？妮妮，我就说你不该收留他的。是啊，就关他在此处一辈子吧。我不要在这里关一辈子，你们别走。我们走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这样，你们别走。试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见他醒来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这时要是有之前调制的香囊就好了。啊，阮青姑娘身上的香气味似乎就是那香囊的味道，不过他身上怎么会有那香味呢？这香囊非常界之物啊，看来只能找阮青姑娘问清楚了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要香囊啊。啊，不见你的伙伴，是决意要抛下他了吗？不是，我想问姑娘一事，姑娘身上的香味是哪来的？你是指这个香囊的味道吗？这阮青姑娘是怎么拿到这香囊的？这是我前些日子拾到的，觉得好闻，我便带着了。前些日子捡到的，所以不是严乐带进来的。但这香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姑娘，这香囊对我伙伴很重要，可否将它交给我呢？可是，这香囊我很喜欢的。还请姑娘割爱。这样吧，
第一域有位专治香丸的人，但他只会做，却无好配方，所以做不出好闻的香丸。你让他做出好闻的香丸，我就用这香囊与你交换，若能带回上等香丸，我再给你额外好处。这交易不坏吧？眼下最快见到第二狱主，需经由阮青姑娘，况且我又不能不管严乐，只好回头走一遭了。那我去去便回，还请姑娘将香囊保管好了。我先去那个，先把这边东西先搜刮一下。大仙姑，吴亦涵。而且他还打我，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攻略。可与豆浆制成蓝色香丸，超出可视距离。什么啊？好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回到地狱找花婆婆，花婆婆是谁？这个吗？然后到包子铺找断人断肠人，谁做？玫瑰跟河洛消族，我要把这个香丸做第二件材料。和玫瑰，绿色香丸。白虎圈，你梦过吗？各买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太懂。曼陀罗在导神之，怎么导神之？我看一下哦。可与豆浆哦，我们饿豆浆吗？那就这样，先不要。哇，可以取消吗？不能取消呢。哇，我就宕机了。花椒白色香丸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好，我们制作好香丸的香丸就是这个绿色香丸，它是刚才我们那个拿洛消族跟那个玫瑰去可以制成的。
仙丹，先好好，我们先吃仙丹呐、啊。你们家的故事没兴趣？好。要一起守护你姐姐了吗？我这次就算了，好在这不是真的你姐姐。这不是真的你姐姐吗？那你是真的你姐姐吗？我也不是。你姐姐果然还是被我杀掉了吗？不要紧啦，小爱，快出去吧。真的你姐姐在等着我们呢。那你是谁？为什么你会有娘亲的味道？我是阿喜啊。阿喜，这次阿喜不抢着出去了吗？大哥哥守着我们一个时辰了，小爱应该出去道个谢。大哥哥是谁啊？你自己看看吧。你在这里多久了？是银哀吗？你总算醒了，我正担心那香囊若是没用该要怎么办呢。你不应该很讨厌我的吗？为什么要帮我？我的确曾经很讨厌你，但那已经是曾经的事了。你曾误入歧途，做过不少坏事，但后来你在开风镖局立了不少功，也没有再无故伤人。我不知道这样能否功过相抵，而我心中的疙瘩也没完全放下。但若是你有个三长两短，程妮妮、程老爷子、冯二哥，甚至是我，肯定都不会开心的。你当真会替我难过？当然会啊。对不，你说什么？对不起。曾对你们做了很过分的事，对不起。我好像第一次听到他道歉。师娘，现在就算原谅他也没关系了吧？还有谢谢你守着我。别突然话说得这么肉麻，怪不习惯呢。朔云横高天，万里起秋色，壮士心飞扬，落日空叹息。真是太精彩了，这大概是我近年看过最棒的故事了。小心啊，这便是那位最快突破迷魂阵的年轻人吗？是啊，就是他。怪不得呀，怪不得。相公，你在怪不得什么呢？我想说，年轻人能有多厉害，原来是当今的武林盟主。武林盟主，那是什么？就是萌萌啊。又变回颜乐了吗？小青，多关注天下大事，别老是听那些寻常故事。这武林盟主就是落雁谷外被称为最强的人。那他实际上是谷外最强的吗？不好说，有时候最强的会是寺里的扫地僧。所以这武林盟主约莫就是谷外的第一狱主。正是如此。你们俩这一搭一唱的，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纠正了。盟主见笑了，我们平日里就爱讲些不正经的，莫见怪。小青啊，刚刚是开玩笑，武林盟主好歹也有第三狱主，对，大概是第三狱主夫人的称呼。狱主夫人好。你们言归正传，两位想过这第二狱，
就得先赢我才行。准备好随时告诉我吧，我会等你们的。似乎可请爷爷助战了，看看他能怎么帮忙吧。国国齐修，就让你这个怎么又是回家？来吧，开始吧。这位大哥，你这哪儿让我了？你本来就只有右手啊！太大意了，大哥哥又被欺负了。我哪里叫你欺负？没想过，好像有点强哎。我靠！太大意了，太强了吧！我一直被，看太强了啊！是不是要快转的啊？就让你这个又是回答，来吧，开始吧。这位大哥，你这哪儿让我了？你本来就只有右手啊！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。那太强了，你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可恶，没想过，太大了。我重新打，我要调整技能了。好，我们重新打，这次应该会过吧。什么好玩的事，我也要玩。嘿，这下挺上瘾的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就旁边溜达去吧。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大哥哥，这个拿去用。多谢，阿喜帮了大忙。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走，这下太上瘾了。这刀一定很痛。接招吧！这下挺上瘾的。嘿，这下挺上瘾的。喂，喂，一点多大意思？我靠！我靠！可恶！连击哦！没闪过！这是要死的。大哥哥，这个拿去用。多谢，阿喜帮了大忙。什么好玩的事，我也要玩。这刀一定很痛。饶我，饶我！太棒了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快跑，快跑！嘿，太大意了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这下挺伤人的。大哥哥，
这个拿去用。多谢，阿喜帮了大忙。阿喜呀，忙我这样帮才对。有机可乘。离我远一点。哦，一点多大一股啊。大哥哥，这个拿去用。多谢，阿喜帮了大忙。阿喜呀，忙我这样忙才对。知道，一定很痛。欢迎的吧？太大力！这下听上瘾的。不要急躁，不要急躁。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你呢？哦，超难打。啊，是我四肢健全，才不会输。年纪轻轻，武功却如此了得，这武林盟主当之无愧。承让了，这第二玉令牌就交予你了。不过，第三玉特别不好闯，祝你们好运。第三玉武功很高强吗？感觉会很好玩。武功高当然是没话说的，但是不好闯的原因可能……算了，到时候就自行体会吧。啊，对了，请问前辈能否透露一些谷主的讯息呢？啊，这事儿我听小青说了。实不相瞒，谷主前些日子下令，要我们不能透露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给闯关者，所以，我也是爱莫能助。我可不想得罪谷主。那我再问一句，谷主是何时发布这个消息的呢？大约两日前吧。两日前，正好是发簪送到小溪村的时候。这么做针对我封锁消息的可能性极大，若真的是针对我，那么就可以得知。得知什么？得知引我的前男可能是谷主，这谷主极有可能是认识的人。谷主既然知道我要来此，表示他与发簪一事绝对脱不了关系。另外，谷主下了封口令，不想让我得知他的事，这代表若是我不识的人，根本不用特地对我隐瞒身份，所以此人我应当认识。不过为什么要引我来此见他？又怕被我知道是谁呢？萌萌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再不走，我可要先走了。第三玉一定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。一起走吧，不然你出什么事，我又有的忙了。两位路上小心，有需要帮忙之处，可以再来找我们啊。看来小青挺喜欢你们的，不过我们可无法帮你们闯关，请自己努力吧。多谢两位，告辞。好，总算打赢了。哦，很难打呢，而且我这还用轻功，要不然我打不赢，跑太慢了。达摩一斤斤，内力越多伤害越高。七星好，可以走了。定牌 OK。 出示玄武令，前往狂人后方。玄武令，等等，
我直接调查。火把吧？哎，不是火把吗？哦，这个啦，刚才那个。调查火把，啊，听颜乐的。好啦，这是没有什么意义，这是一个小对话。紫烟琉璃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哦，有有，看到。音质，然后又来了。看来你又解开我设下的一项难关，或许我真的将希望托付在你身上。接下来我讲述这段时期，若是不结束就好了。我期待你有人有相同的看法。和某年十月，金南道小姐结识于长坂三人，尤其与杨少侠特别投缘，或者错会相投。两人一早结识，便天天从早打到晚。道小姐屡战屡败，却越挫越勇，杨大侠也乐在其中。兴许两人都将对方当作势均力敌、相互利益的宿敌。在我看来，这两人都是痴人，而这痴并非男女情爱的痴，而是刀狂剑痴。和某年六月，自潇湘湘姑娘与绿江派一伙结伙，大小姐见不在与他们同行。湘姑娘是好姑娘，那道小姐却不满口上梁痴爱的大道理。导致众人江湖中不前日益增加，有些好坏。梁少侠心思爽利，看得出他不擅长与萧姑娘相处。但萧姑娘既是薛少侠欣赏的，也是刘永霞姐妹淘。与长派众人同行的疏远，是我见过大小姐最快乐自在的一段时光。不仅有相互认同的对手，还有难得机会的友人，若非理念冲突，或许这些时光就能持续下去。玄武卷、紫金花，应该是没的吧。好，然后紫金花可以给地狱的花婆婆。那我们先回地狱拿完之后，我们就这局就到这边了。花婆婆，等我。花婆婆，紫荆花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增加内力的嘛？对，研究内力。好，那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啊！希望没到我的频道，主播放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就有更新影片，你就要收到通知哦！谢谢大家，这里收看，拜拜。